甘乐县政府为着要安置九十个地震的灾民，来兴建玻璃北门顶六个社区的病家主体。县长林明进上任了后，支持相关局处修正管有财产管理的自治条例相关规定，来扩大安置户用优惠的计数来购买主体，这也大大减轻安置户的经济负担。住伫公有主体，求入地当灾民，多年来的心愿就是会当有属于家己的厝，但是因为生活困难，经济无法度负担，所以各单有关伫承租或者是占用，为着解决居民问题，主管对林明进上任以来，就支持相关局处办理管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修正案。那县长上任以后，苦民所苦，为了协助这些安置户取得安身立命的场所，立刻指示本府相关局处严厉修正现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的相关规定，放宽安置户以优惠价格购买平价住宅的条件。那经过本府多次召开说明会以及协调下，已经在106年1月6日公布施行。修正了后，每个主体的入手介绍是以入手当时厝的价值，并加上当期土地公告现值总值的价格。另外，可能承租户已经有合法使用关系，所以征订租金会当全部换作买厝所需要纳的钱。那以北梅社区平价住宅为例，每户的让售价格大概在110万到210万元不等，已经大大减轻了我们安置户的经济负担。那本案的专案让售计划执行期程分为3年，也就是说在106年到108年，本年度也已经有68户提出申请。相关的入手计划经过南投县议会审议通过，目前是报行政院核定当中。县府希望在过了过年前完成入手作业，让安置户一定欢喜过一个好年。记者陈启昌报道。